有想去的方向，哪管天空海阔悠然途路长，各位先锋闯着，勇于担当一切快赶上，困境之中心里亦长存希望，伴你我的爱远路长，我们如大将，一天天出再见。我哋应该去边度揾 Elvis 啊？Elvis！见到你哋，我好开心啊！系啊，终于揾到你啦！嚟啦，同我哋一齐走啊 ！Elvis， Elvis， 你睇下，系我画嘅音乐厅嘅设计图啊 ！Body 啊，佢系我新嘅朋友芳芳啊！芳芳，佢系 Body 啊！你好，我哋都系 Elvis 嘅好朋友。太好啦，一齐参加 Elvis 嘅音乐会啊！佢嘅音乐会，哇！Elvis 啊，究竟系咩事啊？嗰日我被黑洞吸入，坠落后就昏迷咗。简单嚟讲，就系芳芳唔舍得俾 Elvis 走。Freddy， 你咪放屁又臭啊！虽然音乐会好浪漫，但系我哋仲要去揾 Amy 噶。冇错啊，要揾 Amy 啊！咁你一定要同芳芳告别啦。但系啊，芳芳啊，我 Elvis， 你睇下呢个舞台设计靓唔靓啊？芳芳啊，多谢你为我做嘅一切，但系唔使担心。你的音乐会一定会成功的。不是啊 ，Body 佢哋 ，Body 佢哋梗系可以一起嚟啦。金盏谷嘅花语系告别，系咁芳芳就会明白啦。我约咗芳芳喺草地见面啦。希望佢成功啦。是不是很惊喜呢？还有添啊，好浪漫啊，但我们的计划就不顺利了。你是不是送给我的？好多谢你啊！今次彻底失败了。芳芳小姐，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可以邀请你一起去听 Elvis 表演呢？对不住啊 ，Body， 等我准备一下，很快就得噶啦，你去先啦。好啊好啊，咁你快啲嚟，我等你吓。就系咁啦。陣間大家見機行事，表現得越悲傷越好。包在我身上，以我的演技，一定可以得到最佳男主角獎的。Freddy， 你的人太
太搞笑啦，做喜剧就得。对唔住啊，要你哋等咁耐添。唔紧要，而家可以开始啦。头顶竹啊，古道两边，芳草萋萋，悠悠碧连天。晚风拂柳，笛声连绵。夕阳映红了山外又一山。你送我离开天涯海角，直角百里落。一壶清茶，继续思念。今宵别梦寒。大家都被 Elvis 的音乐打动了。 Elvis 你又犀利呀。 Elvis 啊，芳芳都不明暗示，但我见到他就讲不出再见了。我想到办法了，告别纸飞机。你肯定得吗？一定可以的。就咁决定啦。Elvis， 发生咩事啊？Elvis， 你在哪儿？已经离开了好远了，休息一下吧。 Body， 你们做什么？原来你知道是我们啊？不用看，我都知道。 Body， 你们这样做好像不太对。怎么会不对啊？Elvis， 你在哪儿？弊啦，芳芳有危险啊！等埋我哋啊！Elvis， 你快点去救芳芳，他们就交给我们了。激气啊！我哋快啲去帮 Elvis 啦！冇冲动啦，方法喺佢手上啊！既然你想要光幻星嘅，咁就俾你啦！Yeah!
芳芳小心啊！有惊无险啊 ！Elvis， 你有冇受伤啊？你冇事就好啦。Elvis， 对唔住啊，都系我哋唔好啦。系你哋，标心，究竟发生咩事啊？听讲 Elvis 受咗伤，我哋快啲睇下啦。就系因为咁就抢走 Elvis？ 芳芳，系我唔啱，唔应该怪 Body 佢哋噶。明明系佢哋唔啱。其实都系因为你，我哋先出此下策。其实金盏菊嘅花语系代表别离，嗰首歌叫送别啊。你哋唔好讲啦，芳芳。虽然演唱会系我嘅梦想啊，但系而家同 Body 佢哋一齐并肩作战更加重要。够胆讲出自己真实谂法嘅人，先至系真正嘅勇者。呢个只系我希望见到嘅你，可以照住自己内心去做，你永远系最叻嘅。多谢你理解啊，理解万岁，理解万岁。好可惜啊，听唔到 Elvis 喺音乐厅举行嘅演唱会啦。边个话音乐会一定要喺音乐厅举行噶？芳芳，你准备嘅演唱会，我一定会记住噶。等我哋打败咗潘伯达翻嚟，一定会补偿翻俾你噶。我等你哋翻嚟啊！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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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啦！本集德育主题：事情并唔系得绝对嘅黑白两面，折中嘅方法往往令人更加接受。来压着